男子没穿上衣，打扮成鸡童，在庙坛前遭到多人追打，甚至有人抬起椅子准备就要砸。其他人见状，马上劝架，把人拉开。事情就发生在南投竹山，20号当地举办城隍文化祭，不少镇头到场，设置庙坛参与。根据了解，这名打扮成鸡童的男子，疑似未经同意就乱闯他人的庙坛，还想要敲打神像，当场就跟镇头人员发生冲突扭打。事后为了避免他再继续闹事，其中一名镇头人员还抓着他控制他的行动。经了解，本次是不知名的鸡童乱入其他公庙产生的纠纷，并非本次城隍爷绕境的队伍以及公庙。那经查，本次参与灵格庙绕境活动的公庙镇头一切都平安。主办庙方也出面回应，当事男子并非庙方的人员，却乱闯其他公庙的庙坛，幸好整起案件没有影响活动进行，也没有人受伤。对此警方也回应，没有接获报案，将会约谈双方到案说明，理清案情。 TVBA 新闻陈昭国调翻译南投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